我是高文哥列车长的2009年4月24号，台北站台北站16点32分，所拍摄是4183次警方沿线港湖口的区间测，用500晴天了。4183次将沿线港湖口的微笑圈车，以及416次将沿线港南澳的圈车。用501车网来车网圈车。那这边是用507。如果喜欢片，可以按赞，你们多多点我们的耳机光片。4183次将沿线开往湖口的鹦鹉尾行车，今天是有鹦鹉尾行车的，刚刚好了。我看一下啊，沿U 509将用507圈车，在台北站停好，谢谢哥哥，您来，拜拜。